Hello，大家好，今天呢由我为大家来介绍这一款红参产品。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款红参产品，代表人的创业经历。2019年呢，作为代表公司创始人和代表的我，为了减肥开始服用起了减肥药，但是呢却受到了很多不良的反应。之后呢，代表来去做市场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了有很多很多的人也有着相同的反应，所以呢，他开始研究起了，如果要是让这些反应有一点减少的话，应该会怎么样去做呢？所以呢，他开始着重的研究关于减肥药的不良反应和成分，并在2021年下半年开始了制造新产品，在于2020年通过食药厅获得了产品许可，正式的开始了创业，开始创业了起这款风靡市场的这一款红参的产品。这一款浓红参 The Lady 呢，是搭配有助于分解体内脂肪的格内尼西亚和具有良好免疫力的红参产品。它有着，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外包装，很便捷、很简洁的一款产品。然后喝起来的话也会很方便。它的味道也不是说那种很难闻的味道，感觉喝起来也会就是很方便，然后呢，也不是那种很刺鼻的味道。我觉得应该大家如果要是年轻的女性的话，应该会很可以接受的这一款产品。之后呢，如果有什么人群需要这款产品的话，就是20或者是30代女性，需要免疫力低下，或者呢是帮助记忆力、抗氧化、血液流动、恢复疲劳、增强免疫力，更可以帮助更年轻女性的健康化。首先呢，它这一款产品呢后面都有写着，是高红参的这个农液，然后呢它没有防腐剂，也没有砂糖。之后，它是液态果糖，其他添加物、香料全都不包含的。关于它的食用方法呢，就是或像我刚才这样喝了也可以，或者是把这个包装撕开，放在牛奶里啊，或者是放在如果觉得它太浓、味道太不好的话，可以放到水里面一起跟它兑起来喝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一款产品。所以这款产品呢，对于20至30代女性，或者是40、50代的女性都适合，因为这个疫情啊，疫情的话，我们大家都是因为去医院的话会感到负担，所以都是一种自助治疗的氛围。所以呢，最近年轻人都开始着重注意自己的健康，自己的健康应该自己去管理。最近韩国的年轻人也都对红参的消费大大的增加，所以呢，这款红参产品的话，应该是也是很适合所有的女性的。如果看看周围我们的母亲或者是我们的女性家人的话，减肥也是经常关注的部分。所以呢，为了迎合女性消费者的需求，这款产品提取了英格西尼亚，并搭配可以帮助你分解高含量脂肪的红参，所以这款红参真的很值得大家女性朋友们去选择。还有呢，这款产品呢是为了男性朋友们，40至60年代的中壮年的男性朋友们所准备的。这款产品适合的人类呢有，上班族或者是经常感到疲惫的中年男士们。这款产品可以帮助大家需要改善免疫力和记忆力，改善血流都可以帮助的。所以呢，为了做到风纪农场，他们呢就会让你觉得，为了做到风纪农场，风纪农场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品牌。他为了做这款产品，一直都是以给自己或者是给自己家人来制作产品的态度来制作的，从原工料到工厂加工，都是每一步亲自都会去
都会去拜访，都会去亲自照看这些的产品，所以呢，世界上很多都在使用 K 食品，尤其是在对免疫力好的产品。现在就是大家应该自己注意自己健康的时代。现在不是选择，而是必须要开发对外国人也没有负担的产品，所以准备了这次风季产品的红参产品。为了包括在我们国家，在海外也可以更容易见到这款红参产品，我们呢也会更加努力，更加去为大家负责的。谢谢大家。